一块羊肉，一个白洋葱，一个蛋清，还有孜然颗粒，不要买打好的粉，自打。然后13香的这个烧烤粉，还有盐。这个烧烤炉是几年前买的，大概是好像30块钱吧。你今天去大统华看一下，怎么生火呢？拿那些 flyer 报纸。倒上固体酒精，你看这个柜子在 Canadian Tire 有得卖的，非常容易生火，然后点着火。这个手摇的火筒也很好用，在 Amazon 上买的，好像10块钱左右吧，忘记了。然后现在就开始烤了，那个很旺的时候呢，就开始烤，然后就按照这个顺序，盐。烧烤粉、孜然粉，最后是辣椒颗粒或者辣椒粉的烤，最后就上桌，配上啤酒，还有这个凉气的汤就好了。